正向激素的连散性。下面我们讨论的叫正向激素，顾名思义一看就知道了。什么叫正向激素？每一项都是正，对吧？或者说呢，某里边也许有零啊，每一项都是非负的。当然有个零在里边不起什么作用了，零是不起作用，对吧？因为是和嘛，加一个零有什么作用？没有作用。所以我们正向激素其实就是，实际上顾名思义就是激素里边的项是正的啊。好，你看正向激素，什么叫正向激素？如果激素里的每一项都是非负的，但是等于零，等于这项就没有了，等于是不起作用，对吧？满足一般项大于等于零，我们就把这个激素称为正向激素啊，正向激素。显然正向激素的部分核是单调增加的，当然了，你这个正向激素的部分 SN 和 SN 加一，你加一项上去，这项是非负的，当然肯定后面部分核的 SN 加一是大于等于 SN 的，因为你加了一项，这项不是负的。那么马上就可以用到我们以前讲的单调有界、单调增加的数列，它什么时候有极限呢？正向激素的一个连散性的判别就出来了。正向激素如果收敛，它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谁呢？部分和有界，哎，比刚才的要好一点。刚才那个做，我们讲什么时候收敛？极限存在，极限存在，有的时候我们要把部分和去求极限，对吧？现在好一点，现在只要部分和有界，也许这个极限求不出来，但是我只要知道它有界就好了，所以正向激素收敛充分必要条件是部分和有界啊，部分和有界。那讨论起来怎么样？简单点了，简单点。好，下面讨论 P 激素，它的连散性。这个激素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，非常重要，也就是在我们这堂课里边，在我们这一章里边，甚至于在讨论激素的时候，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。它是一个什么呢？它是一个参照物，是一个参照物。因为我们以往下边讲的时候经常要讲比较，就是这个激素啊，我们不大知道它是不是收敛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和一个已经知道收敛的激素去比较，哎，用一些比较的原则来判别这个新的激素是不是收敛。那么我们经常和谁比呢？和这个激素，啊，这是一个标杆性的激素。当然还有一个激素就是等比激素了，这是一个标杆性的激素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啊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。看看这个激素的收敛和发散，怎么来讨论它收敛发散。请注意，现在是正向激素，正向激素收敛我们不一定要求和了，请注意这个激素要求和也不大好求，这个激素要求和好求吧，不大好求，对吧？这个激素你看，好，这个就是 SN 等于谁？等于一的 P 次方分之一加二的 P 次方分之一加上三的 P 次方分之一，这个要求和不大好求，对吧？如果倒过来，我估计有的人还会特殊情况会求，倒过来是一的 p 次方加二的 p 次方，三的 p 次方，对吧？倒过来 p 如果等于一，可能在座每一个人都会求了，对吧？因为这个太简单了，对吧？高斯就会求，小学一年级就会求，对吧？高斯大家知道一个很著名的故事，对吧？他一加到五十，老师叫他做，
他好就很好就很早就做好了，对吧？老师不怎么在乎他，这个小孩子可能不行，对吧？胡乱写什么，最后发现他做的比谁都快，而且做的准确，对吧？那么所以我说倒过来，在座各位每 P 等于1都会做，如果 P 等于2呢，有很多人会做， P 等于3呢，有少数人会做， P 更多呢，可能不大行了，对吧？我也不行，我也不行啊。所以这个级数要求和显然不好求的。P 是个大于零的数， P 是个大于零的数啊。我们通常考虑 P 大于零啊， P 大于零，通常考虑 P 大于零， P 小于零不用说了，肯定发散了啊。好，那么因为 P 小于零，这个一般项不去零了啊，不用说了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，那怎么求怎么办呢？哎，要加起来是不好加了，但是请注意，有一个条件叫做部分和有界，它就收敛；部分和无界，它就发散，对吧？好，我说现在有一点很简单 ，P 等于1不要做了 ，P 等于1发散，哎，刚做过 ，P 等于1发散。就是 P 等于1的时候，他已经知道它是发散的，它的部分和是无界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首先 P 等于1的时候已讨论过了，发散，对吧？结束发散。所以部分和无界为 Sn 怎么样，一定趋于无穷的。好，这个讨论完了，这个级数一定是趋于无穷的。那么好，我说啊，有这一条就有很大的好处，至少有一些情况我已经解决了。想一想 ，P 在某种情况下我就解决了，大于等于零好了，大于零也可以了。为什么解决了呢？好 ，P 如果小于，那么好，请注意这个 Sn 啊，请注意。那么当然第一项还是一样的了，第一项是一样，哎，是这些东西了。好，是一，好，我把它写下来吧。请注意这个时候怎么样？P 是个小于1的数，我们举个例啊，比如说开方，P 等于2，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就开方了，三分之一就开三次方了，总是小于1的。请注意，小于1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就会有这一条，你说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吧？哎，这个用一下中学里讲的这个指数函数，对吧？这个相关的性质就行了，对吧？现在指数 P 怎么样 ？P 是小，这个函数可以认为是 P 次方，啊 ，P 次方，啊，幂函数，对吧？那么好，看一看这个，现在这个幂是小 P， 如果是 P 如果小于的，对吧？那么这个里边的函数，这个。哦，不是 P 次方，是指数函数，对吧？就是指数函数，比如说是三分之一的 x， 对吧？三分之一的 x， 那么好，这个 x 等于一的时候和 x 小于一的时候，这个指数函数，这个指数函数是什么样？是个这样的曲线，对吧？因为这后边从三分之一开始，这个 n 分之一开始都是。这个底都是小于一的，所以这个曲线都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个把这个底适当放大以后呢，哎，反而缩小了，啊，好，指数放大以后反而缩小了，指数本来是小于一的，是吧？放大放成一反而小了，好，那么我们就行了。这个东西请注意，它是无界的，那么它怎么样？它当然无界了。
所以上面已经有了，好，所以呢这种情况 SN 怎么样也去正无穷的，所以怎么样，所以急速发散，这个比较简单，这我们就用了推出来 P 小于大于零的时候是发散的。好，这第三种情况 P 大于一， P 大于一呢用上面这个方法是不行了，为什么，如果用上面这个方法，这个地方这个倒过来了，倒过来那大的发散小的不一定发散的，对吧，这个符号变成这样的符号了，那么这头是无穷的，跑去无穷，那那边呢你不敢说小的我比你小，大的跑到去无穷，小的不一定去无穷，这就不行了，这个方法不行了，对吧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看，那这又怎么样呢，好，我们下面采取这个方法 SN 等于我们又再写的慢一点，是一加上二分之二的 p 次方加上三的 p 次方加上一直加下去，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看成一个积分，看成一个积分，对吧，都这是个数了，这是个数了，这个数呢我们把它看成在一个单位长度上的积分，单位长度上积分，因为这是个常数了，那么就等于这个数乘上区间的长度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把这个地方来讨论来研究一下了，我写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办法来研究把这个东西要把它加起来，当然现在看起来是不好加了，其中某一项，比如中间一项这边拿一个叫 k 分之一的 p 次方，这个数是谁呢，这个数就是我写一下了，就等于 n 减一到 n k 的 p 次方做积分，你说对不对，常数做积分，在区间长度是一上面做积分，接出来嘛就是这个数。现在我做一点小小的要来了，刚才我们说了这地方，刚才我们如果一放，把这个地方如果放大，如果这个地一放，放成它我们是不行的，因为放成它它是无界的，放大了大的无界，小的不一定无界，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放的小一点，能不能放的稍微小一点，放的小一点，这个请注意是在 k 到 k 从这到这，对吧 k 比如三，我这地方重新写一下，这边不要写成 n， 要写成 k 减一到 k， 可能这样好一点，这个对吧，你看这个数，比如说这个数我可以写成是二到三积分，这个数积分，比如这个我可以写成一到二积分，这个数积分，对吧，按照这个规律来写这个数，大家先把这一步看明白，对不对，对吧，就是相邻的两个自然数，然后这个自然数的倒数的 p 次方积分，借 p 大于一的大于一。那么好，请注意了，现在这个数啊，你看啊，这个数现在是这个常数，这个是 k， 分母上是 k， 那么在这个区间上，如果我把这个 k 换成 x， 请注意，你看这个数和下面这个数谁更大一些呢，想一想啊，
这个是 k 分之一的 p 次方，这个是 x 分之一的 p 次方，对吧？这个是 k 减一，这个是 k， 没错吧？这个 k 分之一，当然这个数怎么样 ？k 分之一是个，在这个地方是，请注意，这个是个倒数，函数是个倒降下来的。现在 p 是大于1的，所以 x 的 p 次方 ，x p 次方分之一，这个函数是个单调下降的。先把这一点想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 p 是大于1的，所以显然这儿往这儿走越来越小了，没错吧？好，那么请注意了，现在在这个函这个 x 分之一的 p 次方在哪儿最大呢？在这个 k 这个地方是最，在这个 k 的这个地方是最小的，对吧？在这个地方是最小的，往那边去呢就会大一点。所以整个说起来，只有在端点这两个是相等的，在其他地方，在这个 k 这个端点它们是相等的，别的地方都是它要比它大。好，看一看这个事实，想一想，如果这一步明白了就好办了，你想想对不对？想一想对不对？对吧？就是这么一个数啊，本来是个常数，我把它放大点，放大怎么样？把它看成常数，一个函数常数的积分，常数积分呢本来是平的积分了，常数积分嘛，哎，积分平的了，这是个常数，对吧？这是 k 减一，这是 k， 那么我换成谁？哎，换成这儿，那当然大了，放大一点了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地方都大一点。对吧？这都比它大。好了，那现在这件事情如果明白了，那这个积分马上就好处理了。为什么？放大了，我们又做了一个适当的放大。这次放大呢，跟这个行刚才讲的不一样，放大不能太狠了，对吧？稍微放大一点。好，看一看放成什么。我们的目的当然是很简单的，希望放大以后能加起来。好，这个一我不动，一没有动。一还是一，当然也可以写加上。好，这个第二个，那就变成一到二 x 分之一的 p 次方 dx， 放大了。这个三分之一，二到三这个 x 分之一的 p 次方积分，一直到最后，每一个都放大了。n 到 n 加一，哦 ，n 减一，对吧 ？n 减一到 n， 好 ，x 的 p 次方 dx， 你看曲线正好连着，根据积分的可加性就变成了一加上一到二，一到 n。x 的 p 次方 dx， 现在 p 大于1的 ，p 大于1的，好，就积分，这可以积分了。这个一是照抄，对吧？原函数可以写出来。这是 x， 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是 x 的负 p 次方，所以呢，原函数等于 x 的一减 p 除以。一减 p， 然后下面写一，上面写 n。好，那等于谁呢？就写的清楚一点，就是一加上，请注意 p 线大于一的。那么好，如果倒过来写呢，那就是这个一减 p。一减 p 分之一写在前面，好，这个 p 线大于的，所以是 x 分之 p 减一次，先是 n 带进去 ，n 带进去就是 n 分母上是 n， 没错吧？再一带进去，好了，
现在我说问题解决了，这个东西减一嘛，我不减都行了。为什么？显而易见，这个数是现在是 n， 起码是一了，所以这个数请注意它是小于一的，所以它小于一加上一减 p 分之一。这个减一不要减了，放大嘛，放大，负的都不要，这个反正它减它，不管怎么样都小于一的，不要了，放大。那说明什么 ？S n 有界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放大放出来一个东西怎么样？它有界的，对吧？其实我们都已经算出来，它会小于哪个数都已经有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最后问题解决了。既然是有界，部分和有界，所以这个级数又是收敛的。当然了，有一个问题没解决，收敛到什么数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知道它是收敛的，那个和是多少我们确实不知道，只知道它收敛，对吧？啊，收敛。那么好，最后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这个级数，这个结论。结论 Sigma n 等于一到无穷 x 的 n 的 p 次方分之一，这个 p 级数在 p 大于一的时候收敛，在 p 大于等于零小于一的时候发散，小于等于一的时候发散，等于一当然也发散。那么当然了 ，p 等于负的话更发散了，不用说了，是吧？负的话，那这个一般项不去零了，当然更发散了，对吧？其实呢，这一头不写也没问题，对吧？发散。好了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级数的连散性啊。这个级数啊，我特别要强调是极为重要的。以后我们做很多题目啊。收敛发散不好判别，用比较判别法就和它比，它是一个标杆，是一个标杆啊，可以呢来讨论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这个地方了。